这是河，河，河。河的量词，我们用条，条，所以可以说一条小河。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几条河？这里有两条河。我2015年6月这个手机坏了，手机在保修期内，我可以去保修。我们学一学“内”的意思，数词加量词加“内”，你看一看，这是3000米，这是3000米内。这个呢？这个不在3000米内，这是内，这是外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小于等于30分钟，我们可以说30分钟内送到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你看一看这个。这里和这里，我们可以说3000米内免配送费，3000米里面不要钱，3000米外要10块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里，这个超市可以停车，3个小时内免费停车，就是3个小时里面停车不要钱。